CEO 伊隆·马斯克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了。马斯克与其歌手女友格莱姆斯于英国时间5月5日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此之前，这位科技巨头在上一段婚姻中已经有了5个儿子。新生儿是儿子还是女儿呢？性别居然是未知。就在今年2月，孩子的母亲格莱姆斯表示，她想让自己的孩子选择自己的性别身份。在一次视频直播中，当他被问到想要一个男孩还是女孩时，这位音乐艺术家回答说，我不想说孩子的性别，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隐私应该得到保护。不过后来当再次被问及婴儿的性别时，马斯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男孩。这是要凑齐葫芦娃七兄弟的节奏吗？马斯克短平快，没任何解释的在社交动态里宣布了孩子的名字。这个不同寻常的名字也引得网友们着迷于破解这个名字的发音和含义。小仙女格莱姆斯在社交平台揭晓了谜团，她表示，第一个部分代表未知数，第二个部分是爱和 AI 人工智能的精灵与拼写，第三个部分是马斯克和格莱姆斯最喜欢的 SR-71 侦察机。它没有武器，没有防御设备，只有速度，善于格斗，但却不是暴力型的格斗。除此之外， A 还代表大天使，这是格莱姆斯最喜欢的歌曲。总之，最让网友们操心的是，护士打印婴儿手环时难打出这孩子的名字吗？